洪炳成、黄翠如和傅嘉莉等人在将军澳出席无线剧集《我们结婚了》的宣传活动。在套剧里面是男主角的洪炳成更加一拖二出场，送半吨给黄翠如和傅嘉莉坐大髀，够晒爽歪歪了。不过在套戏里面就未必那么爽了，因为黄翠如说她会是这样刮洪炳成啊，但是呢翠如就不敢刮那么大力了。为什么？他个人很容易生气的，我都不敢啊。是啊，他们觉得我是真的，但我可以大力一点，但我又担心他去投诉，那就算了。我担心我去投诉，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投诉。是啊，我担心啊。那你刮了几多次？几多次啊？三次左右啦。三次左右咋？三次左右啦。其实我觉得刮都不是普通的层次的，即我觉得应该他提升一点，下次打了真的。没有打过，我们在套剧里面都有打的，是的，所以怪已经是普通了，即已经找东西丢啊，去约我啊，那些就都很多层出不穷的，他照数，还有至少都可以满足一下各大要求啊，大家很多人都要。没啊，世纪之吻。没啊，即是很多人没啊，没啊。keep 住成套剧 keep 住，见到我们打冷战是真的，逢亲嗰啲，逢亲嗰啲近距离啲嘅时候。你有打咩？我冇打喎。你冇冇 keep 住有啊？我冇，你 keep 住有啊？系啊。我仲以为你嗰阵系其他啲震添。哦，我演戏嗰阵时，我以为戏嚟噶，你震嗰阵时候。